告好运到，梦境成真好神奇。小姐，我昨天梦到妈妈，那时候我记得那天我妈死了第五天，妈妈带了一个小 baby 来，这个小孩子你要好好照顾，她两个月就怀孕了，她真的生了一个女孩，那个样子跟我妈妈好像哦。梦到了一个梦，会我生了妹妹。醒来之后，我就在脸书上面发文。有昨天梦里，我帮小转生了一个妹妹，回家跟哥哥相见，就是在三年后的同一个那个日子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